小李啊，行啦，我十点阁有一摊咧。刘大哥啊，饮酒赛车唔好，咱是来坐客人车啦。袂要紧啦，我十多年拢嘛是安尼，唔免惊啦，来坐车坐车。刘大哥，你赛较慢咧啦，足危险的咧。小心哦！哎，惊惊袂着顶啦，哎，饮酒赛车唔来煞头顶啦。啊您知影无？酒后赛车唔但危险，阁会罚15000元以上，甲吊销驾照。会记得哦，出门饮酒莫开车，自家伙仔才会心惊惊。交通部道安会，甲台南市政府关心您。